这是温哥华今年第一场雪，还不小呢。你看，头发已经有雪了，地板上也都是开始积了。好啦，买菜时间到啦，我们就先从一个礼拜开始，就从买菜的时间开始。我要去 Costco。Costco 呢，周末是然后6点就关门了。我们现在快6点了，还是超多人的，看满满的。哇，人超多的。那怎么现在这么多人？34 items for $14.99 拿一个，走，拿好。那你就捏它就好了。怎么吃？那就放了。吃啊，要放嘴巴吗？然后嘞？然后呢就可以吃了。吃啊。吸汁而已哦。可以也可以吃啊。好吃吗？走，不着急，妹妹在后。爆浆糖，爆浆糖来吃吃看，爆齁的香肠吗？没有，爆浆糖就这样子。小孩说就这样吃。爆浆糖，看到吧？我帮你爆一个。因为他，我不会爆啊，他浆爆到我后面来了。因为那我有。他那个洞是怎样？灌浆的地方，你都没有拍好哎。妈妈，小雨也要两个。哪里有一个小戳洞，就可以爆了。好，赶快看一下。哇，刚刚这。Thank you. I'm gonna turn in there, okay? 嗯，下。进去。围进去。还不行。哇，大莓果，这好像5块钱。还在下架，我们等一等再来吧。哎，哎呦，超便宜的呢！它现在特价，平均一支只要1.22加币哦，1.22加币大概得多少钱？40块左右，台湾一支大概60。那这个看起来咸派，好像挺不错的。来健康一下，我买这个 smoothie 啊，不要以为是 juicy 好不好 ？smoothie 也高档货呢。哇，好重哦。来喝看。还有 vegan 的。啊，准备回家了，下雨儿。对呀，好可怕哦！整箱满满的耶。满了。小孩都要被淹没在。小孩。空间越来越少。这很可怕哎、欸！哦，超夸张的，买了那么多，200多块哎、欸，千多块。有那个吗？好啦，今天是看牙齿，天天。Family 看牙齿。小朋友看牙齿。Let's go。你还记得牙医 ？Hello。啊 ，Christmas tree。On each side, see 10 times here, 10 times like that. No, I did 10 times.
also want to do the sides too, okay? So you get, that's good that you're doing the tops. Now you want to make sure you also do the sides on this inside. Inside too, yeah. So that's important. So you gotta do the whole too. So I can show you too, so you can see. 好了，看完牙医的。我得到这个，我自己选的。开心啊！你呢？而且呢，我得到迷宫。会害怕吗？他自己选。看牙医会害怕吗？还好。还好。他叫什么？我还看了那个《Bad Guy》。Bad Guy 电影啊。你有看吗？你有看什么？我看的就是那个。一直跑一直跑，他是看卡通啦。OK, let's go. 什么卡通？卡通的样子的卡通。多神奇！你看啥 ？Dragon。没几个爱。谁呀？先靠近，然后慢慢演，然后就会被跟跑出来。不会哦。嗯。有看到 Dragon 的那个跑戏。啊，这个是 Vegan 的 ，Vegan 的是这个。原来我有这么小的碗。啊，这是 Regular。爸爸，我可以跟你玩交换吗？1个小时到了吗？今日油价161.9，对 ，Costco 便宜10 cents呢，很多呢，一公升便宜10 cents呢，那你加10公升就便宜1块钱，哇哇哇！那多少人？多少人、哦？来，我来翻转一下给大家看，这个没法及时翻转，好多人呢，你看，它有，你看超多人，它有好几个车道，好几个加油站全都满了，我们还排在第一二台。加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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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Member only。Costco 的加油站。Have and go。他、啊、那个机器都写法文了，忘了。他问我说：“你要不要容器 ？”Yes 跟 No 自己按。我说：“我以为都。”我以就是 receipt。啊，写法文的字母你看得出来哦。OUV 我以。加油！加油！跟刚刚一样，刚那台车加了75块，44公升。这个也加得很勉强，这个冰室呢，冰室不太对。阿伯要洗地啊，因为那个油枪的油滴出来就要洗地一下啊，出来洗地，这应该是他们安全准则。后面都不能加油了。不能加油，为什么不能加油？他要拿那个三角锥放上去。哦，洗地时间，洗地时间。嗯。洗地时间。手不要洗这么高。不洗这么高，怎么知道洗？来看看 Lenny 的有没有卡宝钢 ？Lenny 的 Costco。2元特价161.9。161.9。哈哈。动。
glow. Really glow. Oh, myself, my dog.那个里面是那个温室铅笔 ，Hello， 阿姨 ，Hello， 来。好啦，这个礼拜的重头戏就是来 Lily 这个 Glow。听人家说呢，都还蛮值得票价的，我们就来。铅笔，铅笔。啊，等一下，去坐那个跳跳床。好好好。然后12岁以下才能玩。好。那小孩。这边有火车。电炮火车。哇哦，大概绕2000。大人也可以啊。有人呢，就八级。哇。大家好。哇。Lenny 他们很多人就有那种房屋弄的装饰很漂亮，圣诞节这样子。然后呢，所以啊，他政府会补助电费。要不要录影在干什么啦？我还挡住后面的人。政府会补助电费，然后不知道是不是最后衍生来变成这个 Lenny 这个 Glow 这个。就那个所有的政府补超多电在这里。就是。这边有一个核能发电厂。那新北耶诞城。好人精超漂亮的
是真正忙，十二月份就是把有些保险该用的啊，眼睛该看的啊，就赶快来用完。这次是带小朋友来看眼睛，眼睛检查。哇，好可爱哦，圣诞树。好啦，看完眼睛啦，觉得这医生他检查的还蛮仔细的，还不错，仔细就检查一些我们或会回答到我们前有问题的地方，要给我们一些答案或建议。好，推推推推。今天在家里做海鲜煎饼。海鲜煎饼。有一场吗？没有。负担费的版本。煎饼，这边就是泡菜口味，那这边是蔬菜海鲜口味。